大家好，我是旭哥乌卡兰，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一拳超人英雄之路。那旭哥今天晚上来开抽这个豪杰啦，跟大家周末同乐一下，200多抽给他砸下去，我看能不能把这个豪杰拼到手啊，还是会这个非洲飞到爆。好，就看这一集了。这个醉拳里巴马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那旭哥也有设置一个旭哥手游攻略的这个一拳超人攻略专区，这边有非常多部的这个一拳超人攻略影片都放在这边，将近50部啊。那包含这个福利啊、转蛋啊、秘技啊，还有各种的神招攻略都在这边。来拼一下豪杰了，看有没有机会这个抽到啊？目前有22抽，来拼一下，先抽个10抽。哇，完全都是养成资源，这会不会太扯啊？会不会太飞了一点？我豪杰完全不想来的感觉啊！我来了7片，哦，哎，中了5片，再来一下，2片，那目前有14片。好像还差蛮多的。好，那来抽一下，看能不能再拼到豪杰。我先抽10抽，来了豪杰。哇，中了一个肥料。哇，今天是肥料特辑是不是？不要吧，豪杰啊！豪杰啊，豪杰！那破鱼嘞。好，没关系，我们再来拼这个。这边有机会抽到啊，豪杰这个画像那么大一个就在那边了，有没有？来吧！哇靠，都肥料。好，选个第3排看看。我们换一排看看，来来来。那出特效一下，哇，没有，没有特效。那这个10抽总是会中的吧？来，我们第一排，总要来个豪杰了吧？有紫色的，来，豪杰！我靠，金属球棒，哭啊！这也太哭了吧！好。不相信啊！哦哦，又有紫色的，可以豪杰！哇，黄金球！啊，今天怎么一直抽到黄金球啊？哭啊！我这个拼一下，看有没有龙卷。龙卷来一下吧！哦，龙卷他妹，他妹的，哭啊！龙卷他妹的，哭啊！说龙卷他妹，龙卷和龙卷他妹的这个威力差很多啊，一个是肥料，一个是踢顶神脚。我不相信，那我们把这个钻石给他砸下去了。哇，真的假的？哇，真的假的？不是吧？豪杰啊，豪杰，你都不来啊，豪杰！我们都英雄豪杰来相见啊！啊，哎，杰诺斯也 OK 了。你有种就过来啊，豪杰！旭哥好像很不容易抽，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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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我靠，靠北边走啊，太扯了、啊。好，那再来10抽啊，豪杰啊，豪杰，总该来了吧？是不是啊？我靠，不妙，又肥料啊，哭啊！抽下友情抽好了，咱们拿一些肥料，最近还蛮缺肥料的。
哦，欸，不错，好像有一些肥料可以用。哇，中了一只魂少女，竟然，欸，不错的，哇，又中一只，太扯了，友情抽竟然20抽连中两只啊，微笑侠，欸，这个有点扯哦，这个几率也太低了，竟然连中。好，再来抽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拼到这个豪杰。哇，没有。哦，中了一个肥料，吉纳斯博士。哇，豪杰真的也不好抽啊。再来。好，那背包很多这个肥料可以开一下。哦，这边有机会哦，精英角色说不定在这边开到豪杰。来，有梦最美，来看一下。哭啊，又是这个肥料角。好，这边15抽肥料。再来，都肥料。今天是满满的肥料特辑啊，肥料转蛋特辑。的 OP929 按确定。这可以拿到50钻，还有一个转蛋券，很不错哦。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大写的 MUSE001 按确定，这可以拿到100钻，将这个钞票。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NIYA001 大写的按确定，这有100钻，将钞票可以领取。好，接下来是 BACALHAE。大写的 B， 然后 ACALHAU 按确认，这个100钻将这个钞票。好，那接下来是大写的 JIMMY001 按确定，这个有100钻将这个钞票。好，那接下来是大写的 TATGOR001 按确定，这个有100钻将钞票。HEROTRICKGIFT 按确定，这个很棒哦，这可以领到1000钻啊，大家一定要领啊，1000钻，非常棒的福利。R2， 然后 HERO， 再来是 EM，R2HERO， 然后再来是这个阿拉伯数字的 E， 再来是这个 M， 再按确定。这可以拿到500钻哦，非常棒的福利。大写的 FENSITUPO， 然后30000 FENSITUPO 30000。接下来按这个兑换，就可以拿到200钻。DL 600，大写的 DL 600，再按这个确认。那这个可以拿到200钻，这样这个3个转蛋券，非常不错，一定要领起来。ROAD2HERO929，ROAD2HERO929，接下来按这个确认。那这个可以拿到这个50钻，还有这个转蛋券，还不错啊。PUNCH929。大写的 PUNCH929，按这个确认，这可以拿到这个50个钻石，还有一个转蛋券。好了，那我们就来输这个 XNCEWPCZ， 大写的 XNC， 然后小写 E， 再来是大写的 WP， 然后小写 C， 再大写的 D， 这样再按这个确认，这可以领到这个200钻。大写的 OPM2HERO， 按这个确认，这可以拿到10抽。OPMFANS10000，这个 OPMFANS， 然后后面输入这个10000，按确定，